妹妹，王小石还有拉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怎么挖就出去？那捡回来，我挖就出去啊！看看一下，咦，水管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？是钥匙，老王竟然藏在这里！啊哈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那客厅吧，客厅，啾啾，我走喽，拜拜。Open， 哦，我们先拿到巨石三，拿到巨石四，看一下，嘿嘿。进来妹妹，哇、哦！啊，这啊，这是妹妹房间哦。我以为这是哪里可能？是这才是客厅。啊，有点放错了，算了，说我们要先去刚刚啊，觉得我们剧情有点跑错了。我们刚刚拿这个巨型三，第一次进来妹妹房间，为什么妹妹房间那么大，而且还有猪叫声？是新的流行音乐吗？她不是说妹妹喜欢猪吗？猪，这是妹妹男朋友的，我要打掉，不准妹妹交男朋友，打掉。卫生纸，为什么把卫生藏在床头啊？卫生纸，哎、欸，你要知道啊，女生嘛，那个有时候那个来也就是会那样嘛，嘿，哦，妹妹，你还蛮享受哦！我是用木门，你还给我用铁门呐、啊？里面有没有东西？有东西我应该拿不到吧？什么？衣橱那类的吗？嘿到，还没有。跳了吗？跳上去吗？我觉得上面应该会有东西。哦，这边漂亮，好，没有跳上去，嘿，没有跳上去，嘿，到，哎，跳上来了，哎到，看吧，妹妹，你在房间到底在干嘛？哇塞，妹妹啊，你房间是有够 OP 的啦，是怎样啊？太屌了吧！猪脚吐槽成就妹妹的秘密，哒啦！猪脚吐槽这个，哎呦，我怎么又把它丢出去了？妹妹你也太夸张吧，在底下挖个洞，还在底下养一只猪，看不到，跟我吐槽完全一样。有没有名字？你有没有名字？好吧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哦，真的，哇塞，妹妹啊！你真的太让哥哥骄傲了，是我们傲痛。我们现在应该先去客厅吧，我们先去妈妈房间。为什么客厅要锁，妈妈房间就不用锁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真的把我锁在房间之后，啊，坐着锁在房间的锁，那个到头大睡的睡都有错字。哎呀呀，妈妈睡觉中。又哒啦！哦哟，哦，妹妹最高级，妹妹用铁门。说实在，他把我关在房间，我可以告他妨碍人权自由。妈妈，你妨碍人权自由。好，这个房间似乎没什么东西，我们先去客厅吧。啾啾啾啾，刚刚滑鼠卡住了。啊哈。电脑，啊，快点玩麦快，啾！哎呦，啊，这中介箱哦，有点神奇啊，大大。哎呦，哪户人家的客厅还会种花种草，还种甘蔗？都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哎呦，有人这样爬上来了，真的没东西吗？没走，没有，很好，没有东西，还有盒烟，怎样？可以跳进去，但是我们不能破坏地图，还是随时想做东西都可以吗？随便按地板都可以做东西，就对了。哎呦，哎呦。
哎呦，喷出好多东西哦，超多东西的啦。我先把包包稍微清一下下好了，全部丢下去，当，我就直接拿就好了。好，上半身满了，没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熔炉有火，然后我很正常，都有火，非常正常。嗯，有蛋糕，来帮我吃。哎呦，为什么厨房有酿造台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哎呦，这应该是煮的电视吧？坐着啊，看电视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嗯哼。